一个真重要的二二八，哦，即个讲即个代志。即二二八发生的原因，哦，即、这个大家吼会使去我的网站，哦，即、这个就是网站 www.taiwanus.net/history。这里面有差不多100万字、哦、为荷兰时代啊1624年开始写起啊刷了电视王朝又刷了满清古代第一三、哦、啊又刷了、日本时代、哦、伟大的台湾人、哦、啊那日本时代写说伟大的台湾人、哦、你自己去看啊，今日只甲咱要讲二二八发生的原因，咱知影二二八，哦，啊，但是发生为什么会发生？啊，那遐尼悲惨，哦，来，咱来讲，哦，这个日本发动这个太平洋战战争，哦，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真重要太平洋战争。在1941年，伊去弄迄个美国个在夏威夷个珍珠港，吼、哦，啊，即、这个惹起。美国本来无甲日本开战，但是美国有帮战中国，吼、哦，啊，但是算也无开战，吼、哦，啊，即个偷袭珍珠港，吼、哦。对日本讲起来是真重要，相当一个成功的活动啦。哦，啊，但是，恁爱知影哦，过当年哦，1942年哦，在Midway哦中途岛这个所在哦，日本的海军甲美国的迄个海军哦，在这个所在哦休息。啊，这个战哦是世界上大的海战，日本沉四代航空母舰，哦啊，美国嘛沉三代，哦啊，但是美国哦佫重建，有法度佫第二起新的航空母舰，但是日本无法度通佫起新的航空母舰，哦啊，这个大家爱了解，这个为1942年的时候哦。这个战争的时候，都在日本的当局、美国的当局都已经看出来了。这个战争哦，美国会赢，已经看得出来。啊，但是咱台湾人老百姓哦，拢也唔知道，其实拢也唔知道，在外口是一个大海战。啊，刷落去，美国叫做哦。因为日本是占个多位，在太平洋战争的时候、哦、是占个印尼，哦，为台湾罗南菲律宾给占起来，菲律宾国南边是印尼，哦，啊马来半岛，哦，香港、马来半岛、新加坡拢占起啊，啊到啊澳洲也无占，哦，日本占真快，啊日本占这么快的所在吼。这个，但是1942年因为海战失利哦，这个海军的掌控权哦，都走去美国的手诶。啊，这海军哦，以前哦，空军拢属海军管。以前哦，海军是拥有空军，因为有航空母舰出去哦。啊，这个美国都吼、哦、要反攻。啊，要反攻，伊用个这个越岛战术。越岛战术就是讲，我这个岛，甲你占，赢，刷落去跳过这个岛，你的防守真好，我无管，我越过这个岛，再来占这边，叫做越岛战术。哦，啊，这个越岛战术讲实在的，吼、哦，就是头一个摕印尼来，哦，印尼有几万的岛。但是他主要给他占起来啊就好了啊，越过菲律宾要来打台湾，所以我们小孩的时候叫做遭空袭、哦、
美国的迄个飞机吼、哦，叫米利九，真大力，真大只，来了台湾轰炸。哦，啊，以后米利九吼、哦，阮迄个时阵哦，讲哦，这个人吼、哦，真大颗吼、哦，这叫做米利九的。哦，啊，即摆恁无咧流行讲叫迄叫做米利九，即摆米五十二也较大坑呢。哦，米利九。啊，这个越岛战争。越岛战争是要准备攻台湾，啊，越过琉球群岛，要去打日本，伊安尼越啊，这款越法啦，吼。但是啊，这个美国的迄个联军统帅，吼，也就是美国的迄个将军吼，麦克阿瑟吼，本来是伫菲律宾，伊是。统治菲律宾，啊，统治菲律宾，啊，叫日本人打败，啊，就走个澳洲去啊，啊，伊就头一日就占印尼，顺利就因为海军赢嘛，就占印尼，刷落应该越岛来占台湾，吼、哦，但是伊讲不是，哎，占菲律宾，因为伊有讲一句吼、哦、世界的名言。叫做 I shall return， 我将要回来。一失去菲律宾啊 ，I shall return， 就用我会回来，哦，都去打菲律宾。啊，台湾呢无停了，转去打琉球。所以咱大家注意，这个就是讲为什么这个美国军队无停了台湾？啊，迄阵其实台湾已经准备。准备要改变，啊，去定了。Okinawa 就是琉球，啊，这个越岛战术，我大家知影一个，乃美军来弄台湾，无当个台湾定了，啊，所以真紧。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因为。1945年哦，美国有迄个原子弹出来，啊，去擒咧即个，長崎甲希罗西嘛，長崎是长崎啦吼，啊，希罗西嘛是广岛，啊，弄落去，啊，我有听过即个第一人称，伊讲吼，伊伫迄个希罗西嘛迄个所在吼，诶，山顶。啊，迄阵是台湾少年家啊，17岁、18岁都调去做兵。啊，伫山顶吼，啊，美国诶原子弹砍落了吼，迄、那个东京诶总部打电话来甲因即个团队啦吼，即个军爷讲，恁去迄个希罗西嘛看卖者，为虾米阮为东京吼？打电话去希罗西嘛重要的这个军事基地，无人接。啊，打去鬼政府吼，迄、哦那个市政府吼、哦，啊去派出所，拢无人接，真奇怪。恁若派兵吼、哦，落去巡，啊，印度坐军车吼、哦，都来这个广岛来。啊！一日一个广岛时阵，看到一个情形哦，连救人都免救人啦。迄人哦，变成一个影，乌影在涂骹，啊，人毋知走倒去，挥发掉、蒸发掉，即、這个原子弹的厉害。哦，啊，你说一日哦，啊，无救半人，啊，因嘛真着惊，哪有即款的，哪有即款的炸弹，啊，乱走。刷了日本天皇就在这个8月15日宣布吼无条件投降，恁讲什么条件拢无要紧，我投降。哦，啊，日本安尼做也是正确。啊，日本投降吼，伊投降的方式是安尼哦，在中国投降，吼、哦，啊，中国是打败仗，中国一律是打败仗。
在中国地区是沿海各省拢去予日本人摕去啊。啊，但是日本人要撤退，的撤退的方式吼、哦，是利用即个伊家己的军队，甲伊家己的百姓先扣起来，哦，啊，后上上来港口这边，啊，日本的武器甲交东队，啊来了了撤出来，哦，所以日本人撤出中国哦，基本上是无什么损害着啦，哦，啊，伫台湾嘛同款咯吼，伊来安尼撤出去，哦，啊，但是台湾一切安定，啊，撤出中国随土匪来啊，哦，来抢劫，啊，新的政府吼，无法度应付，伫中国新的政府无法度应付，都爱叫日本兵拜托个，你莫走，你较紧来甲掠土匪。就情形会发生了，所以这个日本导航的时候，这个沙鹿国发生就是苏联军队入侵，苏联军队看日本导航是较紧的，就去占中国东北，因为日本撤退嘛，占点东北，啊台湾呢？台湾吼、哦，依据美国麦克阿塞将军的行政命令，哦，叫蒋介石带伊的部队来占台湾，哦，甲越南北纬17度以北的北越，哦，这两个所在叫一个蒋介石的部队，啊，蒋介石的部队入去北越，这样代志成功。这蒋介石的部队吼，真垃圾，佫无卫生，啊，佫无军纪，啊，越南人吼，一看迄个北，即个过去的，像讲法国占着越南吼，嘛是安尼平平静静吼。啊，那中国兵来吼，四国杀人啊，哦，强奸啊，什么啰里啰嗦的代志，拢直直发生。啊，真生气！专迄个时阵哦，就这个越南政府吼，专甲这个要求法国出面，吼、哦，甲中国军队赶走。啊，这个越南就买手就是第一。法国的帮战，专甲这个蒋介石的部队叫撤走。啊，法国提出一个条件，中国人无法度拒绝。伊讲，你若甲军队撤走越南吼，我法国伫中国的迄个不平等条约吼的利益吼，拢按取消了。嗯，安尼想了嘛，无有歹咧。因为伫上海还有法租界区啊。哦，啊，法国也阁占过来所在咧，吼，哦，安尼你若恢复原状的时阵哦，即款物件咯会叫法国摕去，啊，想想安好，越南撤出去，啊，毋着越南的代志解决啦，啊，台湾的代志都是中国军队之外，哦，啊，中国军队甲咱台湾人有啥物区别？咱迄个时阵的观念是讲。咱台湾人就是中国人，这错误的教育，哦，结果你也知道台湾民族甲中国民族吼，哦，差天差地，哦，咱聊聊来讲，哦，这张图你一定爱看，这是10月25在咱即阵台北市的中山堂的受降典礼。这什么旗？苏联的嘛，哦，啊，这个吼、哦，美国国旗啦，星条旗，这个、中华民国国旗，这个是英国国旗，是受降时对这四国来导航，不是对中华民国导航，所以中华民国是号称打败仗的
战胜国，一去都乾隆建书咧。啊，但是即马我战胜国的姿势，入来台湾打败战的战胜国，啊，入来台湾，哦，所以这种相片真重要，即证明嘛，哦，即马入来台湾了，发生什么代志？中国军队、中国人甲台湾人的区别，爱来讲清楚。中国人的识字率3%，捌字的啦吼，会用看字的3%，啊，所以唔捌字的吼，97%。啊，台湾人识字率几趴先？70%呐。啊，那台湾人捌字的比中国人捌字的加遐尼多倍？这有原因啦，因为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规定台湾人爱接受国民教育，这是一个强迫，也是一个义务，你无去读书袂使。哦，所以国民学校都是每一个国民拢爱读，强迫，所以咱的迄个识字率，那少年的大家拢爱捌字。哦，入学迄阵讲。95%的囡仔拢爱去读书，拢找到囡仔都爱去读书。吼、哦，啊，中共奈得3%，这个数字有可疑无？因为中国人吼、哦、要读书，你爱去交钱，你爱去迄个私塾交钱，你才有法度读。吼、哦，啊嘛无义务的。就是你若捌几字啊，就好啊、哦。所以中国人的捌字3%。即马佫讲，即、這个咱台湾人伫日本统治时间，咱的生活水平是亚洲第二悬，亚洲第一悬日本，第二悬台湾。哦，咱的国民所得，哦，迄阵是算起来是美金100几块美金啦吼，哦，当时诶100几块美金，甲即阵啥物，大家咱即卖算讲几万块美金吼，哦，意思同款吼。咱诶迄个国民所得真悬，吼、哦，咱生活，咱台湾吼、哦，台湾钱银卡目，吼、哦，四季有出山牛食，吼、哦，有食诶。啊，毛花销，咱为荷兰时代吼，咱台湾都是一个外销导向的出超国。咱台湾都是吼，因为荷兰人来台湾，看到台湾吼的气候，嗯，伊这气候袂歹嘞，来种甘蔗，啊，所以摘一挂甘蔗的，引来，啊，都种甘蔗，啊，种甘蔗出口。出口去荷兰时代记录是去日本，出口去伊朗，中东的一个国家伊朗。哦，啊，荷兰是一个商业民族，所以赚真侪钱。啊，赚真侪钱，所以台湾钱银卡目为迄个时阵就开始，哦，为迄个荷兰时代咱就开始。啊，到个日本时代也可是同款。咱台湾吼、哦，也够出山樟脑，咱的樟脑的产量吼、哦，樟脑哦，的产量是迄全世界70%是伫台湾。啊，迄阵，那阵啊讲去有帮阿顶着吼，咱是抹就叫做卤油啦吼、哦，就是樟脑油啊，抹就好。啊，即落，但是历史世界大战了，即化学较发达，即马食的创的药啊吼，已经毋是用个樟脑做啊吼、哦，但是当时樟脑就非常重要吼，那、哦、咱台湾钱用卡目吼，啊，即、这个咱台湾人甲中国人一个一个真大的区别，
咱的咱台湾人守法，法律规定安怎，政府公告安怎，你照伊安尼行。啊，中国人哦，毋捌字啊，哦，啊乱七八糟，哦，啊自然伊的迄个守法，无迄个法的问题啦，哦，这个二二八的时阵，哦，有一个叫做柯远芬，这个中国的这个将军，伊讲哦，你安尼去落去怕死人哦，打死99个没有关系，拢好人拢无要紧，只要有一个真的就行了。哎，你看讲迄落即款虾米话，打死99个无要紧哦，只要你打死一个真的哦，反抗迄个中华民国的哦啊就好了。这一来台湾。中国军队来台湾，吹讲同胞，啊，其实把你看作敌胞，来给你抬。这张相片哦，这张相片，这支枪哦，打落那头壳那血走走出来，这个就是用过一种枪支叫做打牡丹。打牡丹是英国人发明的。在印度这组这款枪支拍落普通的枪支拍落人体内底吼，你们就给它装起，吼、哦，啊就是留在你的体内啦，吼、哦，我装不给它留在身体里面。啊，打牡丹不同款，打牡丹拍落了，等下人体内底爆炸，啊，把你的器官吼，你拍落。巴肚啊，甲你胃啊、肠啊，拢甲你拖拖出来，哦，啊，拍到头壳，即款，即、这个国际公法有规定，不使用打牡丹，但是中国人，去摕到打牡丹，专为咱台湾人啊那个端落去，哦，这个原因，这个中国人。1945年十月，在这个美军吼、哦，美军的协助下，因为中国无海军啦吼、哦，沿海各省拢去用占上去啊，闹海军，哦，啊嘛无法度运输伊的军队来，叫美国军队、美国军舰，哦，带着这个中国兵为国人顶着，哇！啊，台湾人想讲，哎。咱中国人咧吼，看中国人一个会该欢迎咧。结果，这个欢迎的队伍看到这个中国军队吼，是草鞋布鞋，有人穿草鞋，有人穿布鞋啦吼。啊，有打兵单啦，啊兵单头前放一寡物件，啊后边放一个囡仔，吼啊打起来，啊迄、那个。迄、那个军队的迄个制服啊，穿啊乱七八糟。台湾人看到讲，这叫做中国军，大家看一了后就散散去。这鬼人，本来想讲，啊，你要安怎跟日本军比？日本军拢制服拢整齐，啊，他们路咧行路嘛是齐步走的吼、哦。啊，这中国人实在有够乱，哦。啊，中国人的教育程度低，哦。啊，无守法，吼、哦！我都捌在听伊讲，即、這个中国人去坐台湾的巴士，啊，车长要甲伊收车票，啊，伊为车长出票甲伊收落去，车票都安尼，吼、哦！所以当时吼，即、這个中国人实在真浓哦。安奈发生二二八，咱即摆来比较这两个民族。咱台湾民族最近一个马街病院的迄个林玛丽吼医师吼，伊研究这血统，讲咱的血液85%是病毒族，
咱甲平埔族有混合着，吼、哦、啊，程度高到85%。哦，诶，这个程度真高。啊，我伫研究台湾历史，这个数字是毋是有可靠？哦，这数字算起来可靠，安怎讲呢？咱有一句单位吼，讲落港死一半，下头小鬼争，什么意思？有人知影吼？落港吼，死死的吼，有一半啦，哦，不是死的一半，死一半，哦，啊，下头吼，死消的吼，鬼争啦，哦，消就是消和的消啦，哦。啊，下头消鬼争，吼、哦，啊，那的鬼争拢姓消，吼、哦，啊，洛江那的死的占一半，其实是无可能，这那叫人口的移动哦，袂安尼啦，啊，有的鬼争拢姓陈，啊，有的鬼争拢姓林，哦，这款的情形哦，这东西哦，基本上拢是平埔族，哦，啊，汉化在晚清的时阵。爱汉化，汉化的时候，嘿，这个啊，我要信啥？好、哦，啊，你信啥？啊，都，哎、啊，你信啥？啊，你姓陈，啊，姓陈，我嘛姓陈，啊，大家拢归正，拢大家拢姓陈，哦，所以这个物件就是讲，你若去为这个地区吼，恁遐归正拢姓一个姓吼，还是？大部分的人拢姓这姓，这拢是平埔族的遗迹啦。哦，过来，晚清统治台湾的时候，禁止人移民来台湾，移民来台湾。哦，啊，但是禁止还禁止，啊，但是人嘛是继续，因为台湾钱银卡巴来个台湾都好些，都生活都无。拢有保障滴个吼，拢较好过日子，所以偷渡过来台湾。啊，偷渡过来，咱有一个叫做乌水沟，伫平湖附近有一个乌水沟。这个乌水沟吼，这乌水沟水流是为南从北滴流，哦，速度差不多30英里一小时啦，讲紧也无讲。真紧啦吼，但是有这个洋流滴。啊，我看郑成功的部队入来台湾，嘛是经过乌水沟，无甲一台沉落去啦。啊，那为咱这移民的船吼，为这乌水沟过的船吼，咱有一个俗语在讲吼：十去六死三捞一回头，十个去吼，啊六个死的乌水沟。三个老的台湾，啊，一个算讲啊，台湾嘛无讲过盖好啊，搁转去，吼、哦，十去六死，三老一回头，所以来的人拢大波的，啊，大波的时阵，咱的这个台湾的平埔族的社会是母系社会，查甫人是老大的，一间厝吼。这个财产哦是留予查某囝，不是予留予这大汉人大伯的吼，这是母系社会。啊，这母系社会哦是要结婚哦，就是招大伯的来吼，所以大伯是多男女吼，跟咱即马观念多倒摆了吼，查某是家长。啊，即马生囡仔出来，啊，要姓啥物？唔知影咧，并不说无啊，无文字啊，无姓啊咧吼，啊，都好啦，啊，无姓迄个，你这大伯的吼，你姓啥？啊，姓王，啊，就姓王啊。哦，所以拢渐渐汉化。哦，这就是讲，咱的血统内底有85%是并不作的理由。重要的理由，哦，啊，咱阁受到这个文化上，甲中国人绝对无同款，哦，所以咱的生活水平真高，
啊，因咱真假，哦，啊，真假的人来管管的人吼，这问题特别多。咱的迄个寿命，台湾人的寿命，第一，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吼，咱的寿命大波，吼，是41岁，当时41岁算讲袂歹啊啦，吼。日本人吼，卫生条件较好，是49岁，吼。但是中国人的寿命吼，唔到有30岁无。成问题啦，吼、哦，迄就是因为中国人吼、哦，在迄都市内底吼，也无迄啰，人讲狗啊，阴沟，无阴沟啦，吼、哦。我最近去印度看，印度嘛也阁无阴沟咧，迄啰白底的水吼，啊，全都流到过啊落去安尼。无因果啊，所以卫生条件真歹，哦，所以中国人吼、哦，会去寿命较短，哦。啊，即马即个两岸三通了吼、哦，中国人都一起来台湾，啊，炸什么礼物来台湾，你知无？咱台湾已经抓。绝迹的这个一边，霍乱疟疾伤寒，哦，这些法定的传染病在台湾已经绝迹的物件吼，全部拢给你炸进来，炸到什么程度呢？炸到一个咱在布袋迄个所在吼，布袋港吼，因为。布袋是离中国上近的，啊，中国啊，都台湾钱用卡邦，都中国人都甲你算入来嘛，吼，啊，就来，啊，但布袋定落，啊，所以布袋迄个所在吼，迄个传染病特别高，哦，所以用过一条锁啊，吼，检查锁啊，都甲你围起，布袋袂使入去，人也袂使出來，哦，即台湾吼，都开始咱的生活开始降低。大量的降低，不是降低一束啦。咱本来是在外参像天堂的国家来对，有通食，有通穿，吼、哦，啊生活惯，啊中国人来了就嫁落去。但是即卖中国教育是为建楼了，甲你抢钱嫁了，才甲你讲，啊恁都本来就安尼，但是抢钱。什么叫抢钱？咱钱敢无去用抢去？有，咱去用抢偌侪钱？会使讲所有的财产拢用抢了了。世界上大的抢劫发生在台湾。恁捌听过40000元一元？应该，什么叫40000元一元？这都是蒋介石的部队。但伊来个台湾定了，哎、欸，看台湾人生活这么好哦，啊，开始讲啊，恁拢在用日币嘛，啊，袂使用日币，即马爱用台币，即就是咱即讲做旧台币，吼、哦，爱用台币，啊，台币呢去印钞票，啊，印钞票哦，动作无遐紧，先。咱们 New York 吼、哦，叫 New York 的印刷厂吼、哦、印台币，啊，1946年开始发行台币，1元的台币等于1元的日币，迄阵日币的价值，吼、哦，美国宣布是15元日币等于1元美金。吼、哦，即马敢那八十几块，几十块，吼、哦，迄阵是1元1比15，啊台币，你伫银行有寄10000元，哦，日币，啊都甲你转做台币10000元，安尼敢那真公平对无？看起公平啊，吼、哦，啊不台湾伊就钱换诶，
中国政府吼、哦，伫台湾银行开始发行代币，发行迄天是准备260万台币转到发行，260万。啊，这260万发行的时阵哦，偏偏迄天有一个中国人来个台湾银行的总行的柜台吼、哦，啊，摕一卡箱啊。讲伊要寄钱，啊寄啥物钱？如假包换的为 New York 印出来的代币，我最近300万。你还知？咱迄阵发行的时阵吼，咱260万，啊伊都来寄300万啦。啊，台湾银行的总经理惊一个，你钱为倒来？你是啥人？你知影伊是啥人无？伊是宋美龄吼，的兄弟叫做宋子文派来的人。宋子文是啥人？宋子文是中华民国的行政院长。啊，行政院长就咧印台币，啊嘛印一寡互伊家己用，吼、哦，啊家己用，啊就叫伊的人来台湾。所以台湾吼、哦、为中国人来讲，咱就衰吼，咱的财产就失去一半。哎，这当你看到吼，你敢未使掠台，掠这个这宋子文未使掠咧？啊，你安尼甲印钞票，安尼当你家己吼，咱们台湾的印刷厂也袂歹吼，印台币，较紧印。哦，啊，台湾的币。就那讲，当时一斤一块，哦，啊，你有几斤？你一几个称号几斤？哦，我讲，我只有一千斤，好，1000块给你，币拢不来，哦，啊，即马台湾币少了了，即马搁要买的时阵，哎、欸，是的，我怎么无币啊？你2块来，我嘛卖袂出去，啊，要10块来买吧，10块啊去搁去收购。10块一斤，一块变成10块，10块变成100块，100块变成2000块去安尼。到阿尾手，一块变成40000块，甲台湾所有的资产，用个钞票吼，甲你买甲清清楚楚，拢甲你买去。啊，咱台湾人想讲，这台币，这政府发行的有伊的公信力，哪会知中国人发行的吼？无迄个公信力，伊家己在印，但伊家己印，但伊的部下会看到长官诶，阮诶头家嘛在印，阮在阮兜阮嘛家己印，啊，所以四国伫印，印啊40000块，虾米叫做40000块？讲较详细淡薄，所以讲你有一台汽车是变主。价值200万，啊！我即马用个50块给你，啊，都解决了。安尼叫40000换1块了。啊！你看恁家有几台面子，我拢50、50甲你买。啊！咱台湾人吼、哦，全散落去，去予中国抢劫，这是世界上大的抢案。第几间，甲你抢去？但是这项代志哦，不是安尼就煞，哦，到个1949年才发行新台币，用个40000块换一块，哦，这就40000换1块由来。但是，蒋介石不是傻瓜呢，蒋介石不是傻瓜，伊知影讲，安那有这个代志，那会使印钞票啊就。即个推下面呢，大家拢安尼物件拢互你，物资拢给你，互你提起。所以吼、哦，蒋介石学一招，在1948年，啊、哦，印金元券，你们在不听过无？这金元券就是讲 ，as good as gold，
我这个这张钞票就跟黄金一样有价值，啊，在中国发行，啊，恁家的黄金吼，恁若无摕出来卖吼，你犯法，爱枪毙，啊，迄中国人拢爱用枪毙，哦，所有的钱吼，安尼为中国捞一票，哦，啊，听讲即寡黄金讲走来台湾啦，哦，啊有影无？哦，即阵嘛爱追查啦。这个中国蒋介石印金元券收命，敢那一年外那年都碰到底命去啊，都无人相信啊，无人睇啊，吼、哦！啊，伊黄金船为上海出来，结果呢，无来台湾，先去菲律宾，哦，因为这项消息嘛是第一人称。为第一人称听到的，伊讲伊就是坐这台黄金船哦，但是这台船哦无开来台湾，因为1949年的时阵哦，蒋介石失去中国，台湾敢安全的所在，伊爱把黄金放在上安全的所在嘛，台湾敢是伊第一个 choice， 绝对不是第一个选择的。以后再去菲律宾，这是一个状元哦，买手去用掠去黑小岛哦，中国人掠去黑小岛，阿爹对外迄个同行哦，我一个同行嘛去用掠去黑小岛，伊讲啊，就伊在船都走来黑小岛啊，我第二个证明，讲伫新店有一寡黄金呢哦，新店。往有来的所在吼，有存一寡黄金，一寡黄金吼，结果迄个陈思梦吼，迄阵做阿扁的重要干部吼，有一去看，伊出来的演讲讲吼，迄内底黄金是啥物呢？拢是黄金的金杯，吼、哦，金盾，吼、哦，一寡。拢有掺杂质的，你要做金杯，你敢会使用个999的金条落去做？你爱掺一寡杂质嘛？啊，即寡物件吼歹卖，哦，啊，所以即寡物件运来台湾，哦，所以台湾钱吼、哦，去予中国人安尼抢了了，40000多元，请个请问咱会散落去未？咱？拢省，而且吼、哦，全国作平均的，大家拢无钱。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吼，因为海军失利吼，台湾出产的米运去高雄港运袂出去，所以高雄的仓库来对堆个骨啊仓库哦，拢是米。拢是糖，拢是即个物资，啊，中国人来，哎，正好，哎，不去上海去买，啊，钱跌落地啊，哦，所以台湾人去用抢劫，哦，啊，台湾发生了粮荒，哦，二二八的发生有一个特色，台北发生控中国人。结果新竹、台中、嘉义、台南、高雄、贵人，大家所在拢同一个时阵拢起来，听伊讲台北伫抗暴，啊，全都起来。你要知讲当时的生活吼，实在真艰苦，拄到一挂中国人抢钱无干，对吧？啊，个无工具、无军纪啦。阮细汉的时阵哦，伫路伫行，啊路边有溪，啊中国平安哦，集体几百个人哦，安尼脱裤人那么也伫洗身躯，这就是中国兵，这就是中国人，啊咱台湾人绝对无做安尼，
过来，这个中国兵的军纪真差，但是到我今仔日也阁无发表，有偌侪台湾查某去予中国兵啊强奸过？我伫查这项代志，我查这项代志，我要求伫美国的这个医生，我讲看你有法度去提这个资料无？因为我看到迄个德国的资料，德国的资料是安怎讲？苏联的军队入去东柏林，苏联的军队嘛是军纪歹。为17岁到个40岁查某，平均一个查某哦，被强奸8遍，自杀的有30000人，这个时阵啊，包括这个德国的总理夫人哦，即卖已经，这总理夫人当时是敢若13岁那了哦。甲因老母同时叫苏联兵强奸，这个查某囡仔变就大汉囝吼，嫁予这个总理吼，伊嘛是为着这项代志去自杀2遍吼，因为报纸有这个记录发表出来，30000人，有100多万人的查某受害，请问台湾的查某受到？中国兵啊的强奸有几个？无统计数字，但是咱会使为迄个时阵有几个人自杀，过去找倒转来。毋是所有的人拢会自杀，但是这自杀率会去查到讲中国兵的恶行，因为咱台湾民族甲中国民族是无共款的民族嘛。无论血统，无论思想，无论生活习惯，拢无共款。这个爱讲予大家听，知影讲哦，也过即款的代志。但是伫中华民国的教育下，大家拢接受奴化教育，恁乖乖来做奴隶。搁刷落去，血税付出，咱付出血税，什么叫做血税？荷兰人来台湾的时候，叫了咱台湾人去做荷兰兵，配荷兰兵打前线，这个叫做伊是有靠人头税，这个叫做血税，你用过你的性命。来退荷兰人服务，这个血税。中国兵来台湾，都在路的哦，看到少年家啊，打波掠去，掠去要创啥？掠去做中国兵。那都爱掠人做兵，因为中国的制度哦，怎啊讲？只赢500人，赢掉。摕500分的薪水，500分的粮草，应该爱发予500人。那就欠500人。有200人来就真多啊咧，200-300人来就好啊咧。剩咧会钱拢叠落叠啊咧。中国人看钱特别重，无守规矩。所以来个台湾即马部队到个一个时间都爱点名，你有500人无？就较紧的去路的掠少年家，看到少年家就给掠去做兵，结果这挂兵真紧这个228结束了后，这挂兵就送去中国去参加中国的内战这就是咱台湾人为中国人付出咱的性命。去到中国中国变过有一个特色，集体投降所以咱这台湾兵全
变成共产党兵，啊，变成共产党兵，即、這个发生战争吼，起码即国共内战，国共内战迄、那个蒋介石派来台湾哦，屠杀台湾人诶，即挂军队哦，该调去上海去战。啊，上海那边的共产党的部队吼，啊，台湾人在讲，哦，你这挂人哦，来去台湾杀咱台湾人，个拼，专甲这个国民党的军队歼灭，哦，还有这个记录，这是这个在台湾发生的这个二二八，吼、哦，所以咱大家知啊，二二八安尼发生有后遗症，咱台湾的后遗症是啥物？就是哦，歌曲拢是唱迄个靠调啊，拢唱迄个悲剧的，啊，也是失恋的，哦，拢在唱这個，拢无活泼，哦，我咱这个民族受到摧残，哦，咱那为啥被背起來？哦，啊，今仔这个时间啊、差不多啊，吼、哦，啊，我讲到这，感谢各位。你在，经理，坐下。